是我们大片济蓝嗨事务所开张的大喜日子，欢迎大家！大片济蓝嗨事务所承接各类电影、电视剧和综艺的宣传业务，网友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想仔细看看伯仲谦的手臂。感觉到他的胸哎！哦，啊，这个男的怎么跟邓超长得好像？什么？好可怕啊！这世界很酷。